我是从中国先是飞到土耳其，但是土耳其它那个海关，它的海关它要查你机票，如果你买了从土耳其到基多机票，它是不会让你过的，所以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从土耳其先到土耳其，然后再买一个星期之后的去基多的机票，这样会比较便宜。我到基多是4月4号。4月4号，然后从基多开始立刻开始走线吗？对。然后你也是一路从基多、哥伦比亚、巴拿马，然后这样一路走上来的。是。OK， 走了多长时间？我是5月1号到的，5月1号过了边境，就是大部分很多人都是过了边境之后，可能就等着警察来找，或者有的甚至有的人会主动找警察来抓，就这样可以进移民局。嗯，